上車。好嘅。我哋今日救咗几多次阿马路啊？有冇人可以计啊？我俾个位佢咯。你唔好咁望佢，有人嚟噶，一直噶，你俾个位佢啦，大佬。伤兵你都唔俾位。坐嗰边啦，阿马路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玩救命啊！拒绝啦！你哋拒绝啦！死都仲食紧烟嘅喂！但你唔急我嘅，雪茄嚟噶，唔系烟嚟噶，好高级噶。欢迎大家收睇《魔人与阿马鲁之夜》。哇！你讲到咁 hea 嘅喂，救我啊！我呢又嚟咯。唔系喎，死咗喎，等待被救。哎呀，你翻咗山噶咯喎！吓、啊，我唔系中笔系嘛？你企咗喺度望住个天度弹雀喎。唔系啊，你睇下我直播，仲要弹雀。吓、啊，我救咗你噶喎，我想唔想开直播俾你睇？会唔会太多笔啊？咩 game 嚟噶？可以再救多你多一次噶。黐线，偷偷入去？咩偷偷入去啊？有啲人偷偷入去。嚟啊！我都唔知道你哋入咗去。哇！你咁勇嘅、啊，你勇嚟噶喎！我听到前面有人添，勇嚟噶喎！你真系好多人，算啦，唔够，搞掂咗老分咯，老分，你入咗嚟咩？佢喺你隔篱咯。Go go go！ 咩料啊？我未见到佢啊！他的啊，另外 AK 47啊，我未见到佢啊，他的。我真系顶你，太料喎！我连 boss 我都未见到佢，跟住就同我讲你已经杀食击杀，我真系好醉呢下。啊，原来我都冇计，咁我唯有教到冇咁难咯，系咪应该咁啊？咁又唔得，你咁中意玩难。你又知道？你讲噶嘛？喂，冇人喎，点解你会死？我、oh, shit shit shit， 我shit shit shit， 个位安全啲啊，佢个位唔安全啊，喂，我头先救佢救死咗，你个位都唔系好安全，点解你唔行入少少先啊？咁。